只要我陈平安活一天，哪怕救人必死，我陈平安必救之。读书百遍，其义自现。我想修也是一样的道理。练拳几万次不行，那就几十万次、100万次。 初见其境春时，大秀飘摇。他是程平安眼中那个恍如神人般的儒雅先生。君子当作如师，立如棋，礼从仪，始从俗。夫礼者，所以定亲疏，绝嫌疑，别同意，明是非也。作为立柱洞天的圣人，面对上位感知恩义的至归时。 既有威严的一面，喝了就找东西吃。天经地义，陈平安命中注定没有机缘，早死早投胎，对他也是件好事。住口！也有如师如父的一面。离家以后要好好的。记住，君子不救，遇见不幸事，先有恻隐心。 但君子并非迂腐，他可以救人，但绝对不会让自己身陷死地。齐静春曾对程平安说过君子不救的道理，但自己却在立柱洞天破碎之际牺牲自己来换取小镇众生。小镇3000年的天道反扑，我齐静春一肩挑之。